明星接梗能力有多强，在快本里恒久温鲜呐。他的四位男生，如果你必须嫁一个人，不然地球毁灭。而他是这样回答的：那么就让地球毁灭吧。当吴奇隆说弟弟们长得太高，在哥哥们面前得低头，谢娜的回答成功挽回局面：弟弟们长得再高，在哥哥们面前还是得低头，低头。哇，是啊，弟弟们长得高，不低头看不见你们呀。文佳的接梗能力也是一绝，节目里嘉宾正在跳舞，他的一句话击倒了跳舞的嘉宾。他们都是一整段，那我展示一个技巧吧。一个技巧啊，注意安全。哇，那家里都不用买甩干机。马天宇在节目中说不喜欢太粘人的对象，贾尔的回答让马天宇尴尬不已。你不喜欢互相粘着的那种，我受不了啊。如果对方比如说经常跟你撒娇，你不喜欢？不喜欢。你也不喜欢跟别人撒娇？我不喜欢。那你就是喜欢一个邻居，不是吗？你住你的，我住我的，有时间就碰面。邻居还都得单身，都得优秀。对，宁静在节目上说欣赏邓超心里的张力，周深的神接梗也是没谁了。注意看，来嘉祥，超哥内心的张力啊。超哥的内心居然不是孙俪，是张力。张嘉玲深情款款的唱歌，而周深却说：“我想有个家，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”老师，您可能需要大点的地方。身上笋都被你夺完了。